杨千嬅、周柏豪、黄浩然等这天一起出席 TVB 新剧的记者会。千嬅时隔17年再度回敲 TVB 拍剧，有没有不习惯啊？我觉得刚好我是跟浩然就是已经认识一段时间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会比较放松，然后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去磨合，我觉得那个就是最好的感觉吧。对，我也很高兴，就是我们第一天开工已经很有默契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私底下我们不是常常见面，但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，所以就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吧。对，那浩然又有没有在片场好好照顾一下千嬅呀？哇，没有了。哇，怎么快点？谁说？怎么快点？没有，因为我们现在拍的是每一天一组的戏，所以就不太辛苦，跟一般的 TVB 的不一样的。而且就是那个部分是好像电影的拍摄方法，对，所以可能那个拍的比较仔细，然后那个时间也是比较，就是中间的拉松一点，没有那么密的那种拍，所以还好。另外，周柏豪在剧中就有不少打戏，拍摄期间还受伤了，太太应该很担心吧？不会啊，不会，这个不值一提的一个受伤，所以就还可以，所以拍得开心，每一天也在学习，那就好了。有一些受伤，但是就小小的受伤就没所谓，因为拍打戏一定有会发生这个事情。